大家平安，今天是阳光进度，我们进到列王纪上第21章，经文是1到29节，邀请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阅读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主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再次来到面前学习安静思想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你的心意，你的旨意，让我们照着你的话来行。向你献上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今天的记载，我相信是我们如果有机会读过儿童主学，然后从小来连旧约也读过的人都能够很熟悉的一个经段。这边特别提到亚哈王他统治的过失，关于拿伯的葡萄园的部分，我们来听15到26节的经文。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，就对亚哈说，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，现在他已经死了。亚哈听见拿伯死了，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，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，他要下去得拿伯的葡萄园，现今正在那园里。你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？又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亚哈对以利亚说，我仇敌啊，你找到我吗？他回答，我找到你了，因为你卖了自己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耶和华说，我必使灾祸临到你，将你除尽，凡属你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。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，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，因为你惹我发怒，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。论到耶洗别，耶和华也说，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，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，从来没有像亚哈的，因他自卖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，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，行的最可憎恶的事，信从偶像。其实在整个列王纪上第21章当中就出现了几个人物，这三个出场人物有很鲜明的角色对照。亚哈王他是一国之君，一国之君其实就是拥有可以算是一切了嘛，他统治整个国权，但是他却看上了一个平民的葡萄园，平民百姓的葡萄园，王有王的产业而且是丰厚的，但是他却看见了他贪恋贪婪那个平民百姓的葡萄园。当他想要得到的时候，他先去问了拿伯，拒绝他，因为那是主产嘛，结果当他被拒绝之后，他很像小孩子一样，就是在边闹不开心。好，亚哈他有坚持，他看到想要不管是谁，他就想要把他要来。好，然后他就接受了他太太耶洗别的那个建议影响。拿伯我们可以说他是很有勇气的人，因为王的要求他拒绝，但是他深信这是耶和华律法。耶和华律法就是这个产业要这样传下来嘛，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，土地那个重要性是祖先留下来的，优先于他是个人拥有的概念。但是更终的源头其实是上帝，上帝赐给他们这个产业。好，然后所以当亚哈王想要得到他弟他不愿意的时候，他还是坚持。所以整个事件我们看到亚哈王的罪恶好像冲到高峰了，他违背神的律法，他用他的权势来行这极大的恶事。那当然在经文当中，这边15节这边提到，当石头打死耶洗别就报这个，对亚哈王来说是好消息，但是其实是极可怕的消息的事情的时候，来去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，
就把它占有，占为己有。好，原来德应该是像德基业哈，然后或者是占领土地，但是哇，这也许别真的是很可怕，怂恿这个王就做这样的事情。其实如果他们是去征战，得到土地会是王所有，但是这不应该属于王的，他们就用了手段来得到。所以其实在十七到二十六节的部分，就特别是对于亚哈王的警告警戒。好，先知以利亚他也勇敢的来讲出来，再一次就向亚哈王来宣告上帝审判将会临到。当然我相信大部分在旁边看着的人也在怀疑，哎，这个王做的事真的是合情合理的吗？因为大家都是知道律法的，那当然知道王有权利，但是这个王却滥用他的权利。那过去亚哈王已经是在行不合神心的事，我相信人也看见了，但是以利亚的出现，而且由他宣布出来神的审判将临到，也等于向众人来宣告他是以色列真正的先知，上帝与他同在，他就勇敢地说出来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应当好好想想，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，我们是扮演哪样的角色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我们要向你献上祈求祷告，主求你怜悯我们，主求你也鉴察我们，看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私心，想要去贪，想要去占别人的便宜，以致也像亚哈王一般如此去用各样的技巧要到不是属于我们的。主让我们有更敏锐的灵，真的看见省思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，主也帮助我们做事可以也像先知以利亚一般，能够真的勇敢宣告照你的旨意来行。向你献上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